全有水影响，全火车声在吼。我的阳光这边一拍拍门面，全部进水。 这个媳妇儿那个网网在网里的，来几个来，还有电梯的床嘞，电梯上摆着，是不？板凳都冲出来玩了。这锅光油皮，哦，冲进去，冲。幸亏昨晚把拿的衣裳抱过来了，看。 同志们都看看，我们家水发的大不大？我们现在都迁到敬老院来了，你们都看一看啊！这是我们红旗镇，大水发的大的不得了。 那表演什么？那我们家那瓶子太大，多喝这个。我们天天用的原料，我就是给老板喝完钱。
Thank you.